大家请看一下第七小节的 F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升 F，需要弹黑键。那下面一个小节的 F 呢，已经需要弹白键了。为什么我们把它弹白键呢？第二个 F 呢，左边有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告诉我们要还原到原来的白键。我们呢，给这样的记号一个名称，叫做还原记号。这首曲子里边有升 F 的音，有不是升 F 的还原的 F 的音，都是用四指来弹的。那我们大家来试一下看一看，让我们的手指弹一个升 F 和还原 F，看看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不同的感觉。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你的手型还是必须要保持稳定。不要有大拇指这样的动作，或者是翘起来的动作。